大家好，又到了金哲老师的入读时间哈。那一样哈，订阅免费哈。那从网址进入，那右下角的有个红色的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。那对老师蛮欣赏，就按个赞哈，帮老师鼓励。那如果要留言就滑到最下面。那如果有问题可以加老师的 LINE， 老师的 LINE 的 ID 是0918685516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来这个差哪两个？哦，是不是一二三跟四？哦，那下降没有没有哈，不知道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边，这边有七，这边有七，这个就放七哈。那连锁员这个有七，这个有七，这个就放七哈。那记得连锁员这个放七，这个就是七哈。那七也并狗哈。好，那再来这边哈，来看这边差一个的嘛，是不是一二三？这个剩下就四嘛。哦，来。放四，那记得连锁反应这个四，啊这个就是四嘛，啊、哦，啊刚刚说的差多少？三跟四，这个就三嘛，啊、哦，好，那记得连锁反应这个差一个好了，一二三四，这个五五啊、哦，是不是差个六？啊、哦、六，那就是放六。那记得连锁反应，这个不能有六，这个不能有六，这个不能六，这个有六哈。好，那这个差一个，把它写上去啊，一二哈，这个差个三，这个就放三。啊，记得连锁反应哦，这个不能放三，所以这两个哈，那这个要这个不能三，这个就三哈。好，记得连锁反应，这个不能三，这个三，这个就放三哈。OK， 好，大家这边也是差一个哈，来一二三四五。六七八嘛，九嘛 ，OK， 好、哦，这个差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一二三四四哈，对，这个四，那记得连锁反应了，这个杀过来，这个哦，这边就有四了，不要，这个杀过来，这个杀过来，这个就四哈，四也并购哈，好，这个差一个哈、哦，来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放九，好，记得连锁，这边九，这个就是九，好、哦，那这个差一个的哈、哦，来。都是二，这也是二 ，OK， 好。